一个斗彩盘，海兽啊，这个盘是仿成画，这个口径有19公分，写的"大明成化"两字，很规整写的。你看，这个底油也是很稠的，你看。表面好像江湖的表面呢，很稠，或者海兽。这个海兽呢，它这个蹄啊，那个啊，这个前蹄那里后没有毛的啊，这个后蹄就有，前蹄就没有。青花那也是很浅淡的青花，它仿成花嘛，海兽。四个海，一二三四个海兽，外面是，里面是一对，大明成化两字，我看是雍正仿这个，18世纪雍正仿，或者虽然不是惟妙惟肖，也是比较讲究功夫的。